大刀将军来了，大刀将军来了，民主抢先看。小学堂，我是露露，我是一步就出走的阿丹。我们很开心跟宝老神很大，还有林安公。我们很开心跟宝老神很大，还有林安公一起来追这个尊王今天的暗访。对，刚大家看到的画面呢，是我们的八九在进宅，然后这间面包店的主人公呢，他特别呢把握。暌违20年出来暗访的这个八将，请八将到家里面进宅。那通常呢，林安公这个暗访呢是很难得，大概已经有20年没有出来暗访。那今年呢，为了庆祝我们这个建功几周年，阿丹40周年，建功40周年，所以他们呢特别呢安排了这个暗访，尊王呢会在他的境内来巡视境内的大大小小。板桥林安公的八将呢，至今已传承至第三代。那第一代的部分是从蒙角红福宫开始，那当时很著名的儿童八将团，那延续到板桥的部分已经是第二代。那在5年前第35周年，我们成立了第三代的八将团。那目前今年第40周年，那八将的配置的部分都是林安尊王驾前专属的八将团。有家将军、锁将军，然后以及他们根据他们手上的刑具去称呼他们的名字。那最特别的是，在林安尊王驾前的八将团会有一个引路童子，引路童子会手持一个葫芦灯，代表他是引路的身份。那他又是相传是一个白鹤的化身，所以他在神明降驾的时候呢，他就会展现很轻盈、很优美的姿势，那会穿梭在他们的队伍之间，这样。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在八将后面的这一位，在八将后面的这一位是俗称的将角。将角是什么呢？早期就是为了要还愿，信徒要还愿，然后会扮成尊王旁边的将军。早期呢，这个八九还有关将。
是由酱角还愿酱角这样发展而来的。那这一位酱角呢，他会沿路发闲光顶跟大家结缘，然后这次也是他自发性的来担任尊王的这个八将后面的这个酱角的角色，然后发闲光顶跟大家结缘。现在入关才走多少？第八间进宅了、哦。好，然后我们家我们的八将进去进宅呢，我们的酱角刚才也在桌上放了这个闲光顶、旁边的那位酱角。刚刚是请这个八将来领导这个大大的是吗？哦，八将呢，八将呢，伊这呐每年老人哦，啊，拢有来我家哦，加大大啊，大大，我感觉讲八将啊来加大大哦，我感觉心情都足轻松啊。就去咱这里临安宫哦，大家哦，是临安尊龙嘉陵城，嘉陵城，来讲熟悉的。板桥临安宫八将呢，比较特别是我们会有七星阵跟八卦阵，那这个部分都是由我们临安尊王的机身亲自降驾下来指点的。那这些阵法它都是有它特殊意义在，不只是有表演的性质，那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俗称吊昂啊给在路上的部分。来到了又是一个路口，然后刚才又说那个吊昂啊给，对不对？没错，吊昂啊给。吊昂啊给。其实在做这件事情，就像大家很指导的路径。那我们这个仪式就会比较简单，不是说哦要煮油酥会啊，我们就是比较简单，用一个威吓的形式，在一个大马路口比较容易发生车祸、比较事故的地方，我们来做这个动作，达到一个去掉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对对。所以我们有富有警备，那这就是用八种来做，也是这样子趋近路口那些不好的东西的一样的一个仪式，我们说叫摆正或者是吊昂啊给。对对对，就是展现一下神威，吓吓这边不干净的东西，请他不要退。对，请他们退开，不要打扰这边的人的生活。这样。到路口了，到路口了，每个路口我们都会做这样子，就是摆正的仪式，对不对？哎，因为基本上我们已经很久没暗访，那这个也是我们里面的辖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尽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做到能够让大家安心的感觉。这样。对对对对对。哇哇，我们的雄棍，好、哦、有发起来哦。哇，太精彩了！我们童子跳起来了，跳起来了。引路童子我没有看过会发的，这就是唯一。临安宫，我只有在临安宫看过引路童子会发。然后听他们说，以前也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是到第三代引路童子才发展出，就是也会降价这样子的特性。等一下，我看童子这样跳起来，就像是一只白鹤在我们的面前的那样子的感觉。当童子降价的时候，那样子的感觉就完全淋漓尽致的被展现出来了。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暌违20年，然后今年会出来暗访这样？不过因为今年刚好适逢40周年，然后我想说他举办一个绕境的活动，那刚好为了结合说跟附近的里民有更好的互动，所以我们其实在社区之间做了蛮多努力。那这次刚好就是有想说那就办了一个暗访的活动，然后就在我们这个里几乎每一条巷子都有走到，然后去让尊王看看大家，不只是让尊王就是不只是平常来庙里拜拜，我们也可以在走这些巷子的之中，然后让尊王跟里民之间有更多互动这样。等一下，妹妹你还在走，不会累吗？不会，都不会累，不会。他都跟在我旁边了。他从头到尾，从出庙走到现在，妹妹，你不会累吗？不会，不会。啊，你的妈妈嘞？妈妈好像在后面。哦，他的妈妈在干嘛？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他的妈妈在推尊王的轿子。这边还有一个。哎，这边还有一个。哎，我这是他的同学。同学，这是你的同学哦。啊，你们都跟尊王一起走哦。啊，不会很冷，不会很累吗？会吗？不会。哎，这些小孩怎么了？平常叫他们这样走，大概走了。不要，妈妈走一下，妈妈不要，我不要走了。哇，这是尊王的力量，真的是。是我们等一下入庙了之后呢，隔天还有正日的绕境，所以其实对降脚还有这些服务人员来说呢，大家是体力的考验是很大的，但是大家好像都很开心，甘之如饴，真的是信仰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Thank you.
们的一路同志跟八将已经来到了庙口。哇哇哇哇哇哇！帮我分享出去，分享出去！哇，现在八将在庙口非常激烈，划开来了，划开来。进来啦！八将来了，引路童子划开了，冲进来了，冲进来了！非常感动的一场暌违20年的暗访，那我们下次再见喽，各位。